水浒传》是我国四大名著之一，在这部文学著作中描绘了众多梁山好汉的英雄形象。然而，在这群英雄中，也有一些并非光明磊落之辈，他隐藏着阴险和狡诈，伪装成忠诚的好汉，最终暴露出自己的真实面目。他在宋江死后的选择，揭示出他的真实面貌和背叛行为。而他究竟是谁呢？这里是史爷馆，订阅我，了解更多神秘的历史故事。有一种说法说的这个人是萧让，他自小在父亲的指导下学习武术，同时在母亲的熏陶下习文弄墨，逐渐成为一个文武双全的人才。在他初次战斗中，他就凭借智慧和武力击败了王矮虎的数十名手下，展现了非凡的实力。这一战役中，他的表现让梁山好汉们刮目相看，但萧让却没有趁机张扬，而是继续保持低调的姿态。但其实萧让并不是自愿加入梁山好汉的，而是被宋江用计骗上山。一开始他并不愿意成为梁山的一员，然而是宋江看中了他的才华，利用计谋将他骗上梁山的。也可以说他是被迫的。在梁山上的日子里，他刻意隐藏自己的真实才华，其实更多的是为了保全性命。因为他知道梁山是一个高手如云的地方，如果他表现得太过出色，反而会给自己引来祸端。在梁山的日子里，萧让对其他好汉虽然十分友好，但其他们之间的感情并不深厚，更多是在装作一个普通人，避免引起其他人的注意。他虽然名义上是军师萧让，但实际生活中他并不热衷于梁山的事物，从不主动参与争斗和权力斗争，看起来是与世无争，不慕名利。萧让在宋江面前更是一直伪装成无欲无求的样子，但其实他早就将自己的野心藏在深处。因为他深知枪打出头鸟的道理，所以他选择在宋江活着时隐藏自己的真实面目。而在宋江死后，萧让的野心再也无法掩饰，迅速迸发出来。不久后，他选择投靠奸臣蔡京，成为朝廷的走狗，这也展现了他真正的阴险本性和内心所想。萧让的阴险不仅在于他对宋江的伪装，还在于他对兄弟们的态度。在梁山上，他知道只要宋江在世，他的机会就不多，因此他一直隐忍不发，等待宋江的死去。由此可见，他其实是梁山上的阴险狡诈之人。但是难道梁山上的其他人没什么想法吗？这里是史爷馆，订阅我，了解更多神秘的历史故事。相比与萧让之下，宋江的心机就不够看了。宋江娥可以谁一开始他说是朝廷的人，后来是不得已杀了阎婆惜才跑去梁山的。别看他后来是梁山的领袖，其实他可是一个彻底的伪忠。而他的伪忠不仅表现在他对朝廷的妥协上，还表现在他对兄弟的欺骗上。宋江带领梁山好汉们四处征战，为民除害，但他心中一直渴望得到朝廷的认可和招安。他表面上对兄弟们关爱有加，但实际上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招安梦想，不惜利用和牺牲兄弟们的性命。他希望梁山好汉们可以通过招安摆脱掉匪患的身份，成为朝廷的正式军队。然而他的这一梦想最终成为了梁山的致命弱点，最终在归顺朝廷后，大家陆续战死。而他自己也是在当上楚州安抚使后，被奸臣的一杯毒酒给毒死。还有一种说法说的是智多星吴用，论起来他可是一位极具心计的人物。在众多好汉中，他的自学究书卷气息浓厚，一般人都称他为智多星。吴用在梁山上看似是个文弱书生，手捧六韬三略，一副手无缚鸡之力的模样。然而实际上他隐藏着高强的武艺，只是他从未在众人面前展露。吴用的主要职责是出谋划策，他的谋略在梁山好汉的每一次战斗和行动中都发挥了关键作用。尽管他从不显露武功，但他的心机和计谋却足以让人敬畏。然而吴用的阴险不仅体现在他的智谋上，还在于他那双面的处事态度。他常常设计陷害别人，却总是一副和善老实的模样，让人难以对他产生怀疑。例如，吴用曾在出征辽国时建议大家投降，虽然这个建议被宋江劝住，但从这个提议中不难看出吴用内心深处的投敌倾向。他的阴险不仅仅体现在战场上的计策中，还在于他对兄弟们的态度上。他表面上与众兄弟和睦相处，对任何人都是十分客气，但实际上在关键时刻他对许多兄弟的命运漠不关心，甚至会选择出卖他们以保全自己。吴用与萧让有着相似之处，两人都擅长伪装自己，保持表面的和气，但在实际行动中，他们的真实面目却大相径庭。吴用的双面性格使得他在梁山好汉中的形象显得尤为复杂。吴用的阴险狡诈还体现在他对权力的渴望和追求上，他一直希望通过自己的谋略获得更多的权力和地位，但他的狡诈最终让他在梁山上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。吴用在梁山上的日子并不好过，他的阴险狡诈虽然让他在短期内得到了某些利益，但长远来看，他的所作所为使他逐渐被其他兄弟孤立。在几次关键的战斗和事件中，他的自私和投机表现得淋漓尽致，尤其是在兄弟们面临生死抉择时，他的选择更显得冷酷无情。例如，在一次与朝廷军队的对峙中，吴用为了自身的安全，故意误导宋江，使得一支本应胜利的部队陷入了困境。尽管事后他用巧言令色掩盖了自己的真实意图，但这一行为却让许多兄弟对他产生了怀疑。还有一次，他在策划行动时，为了让自己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，故意隐瞒了行动中的风险，导致不少兄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。这些事例让吴用的形象变得更加负面，也让他在梁山的地位逐渐下滑。尽管他的智谋在某些时候的确为梁山立下了汗马功劳，但他的人品和为人处事方式却让人无法信任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吴用的阴险狡诈逐渐暴露，他在梁山内部的权力斗争中也逐渐失去了优势。这里是史曰馆，订阅我，了解更多神秘的历史故事。其实不管是萧让还是吴用，他们的故事都展示出了他们从隐藏才华到暴露阴险本质的全过程。他们的行为不仅背叛了梁山好汉们的初衷，也揭示了其内心的阴险和野心。萧让最终成为蔡京的走狗，而吴用则在梁山上活到最后。对此你是怎么看的呢？虽然说《水浒传》之中描写的大多都是梁山好汉，但实际上细心的朋友们肯定都能够看得出来，这些所谓的梁山好汉身上几乎都背负着几条人命官司的，而且这些人大多十分凶残，甚至很多人看起来俨然一副冷血无情的样子，简直就是杀人不眨眼，十分凶残。因此也有不少读者在详细了解完梁山好汉之后，更是直言实际上他们都是全员恶人，每个人都是十分凶残的，身上背负着很多人命。而我们今天要讲的人物可以说比宋江还狠，更是有人直言他可是梁山之中最阴险的人物了。那么他究竟是何人呢？又做出了怎样的凶残之事呢？一提起黑旋风李逵，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杀人不眨眼、杀人如麻等等比较血腥的形容词。虽然在施耐庵的笔下，黑旋风李逵是一种正直无畏的形象，但实际上李逵更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睛的狠人。可以说当时李逵更是为了宋江残忍杀害了不少无辜的百姓，见人就砍，丝毫不分是非黑白。可以说黑旋风李逵也是十分凶悍残忍的，更是有些莽撞的。但是施耐庵的笔下大多都是描写梁山好汉们的英雄气概，对于梁山好汉们的恶描写的还是相对较少的。特别是在一些影视剧之中，为了树立正确良好的形象，对于梁山好汉们大多都是刻画着正面形象，极少有负面形象的。但是实际上真正了解《水浒传》的都知道，其实梁山好汉们也并不像人们说的那么完美，甚至也不过是全员恶人而已。而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就是萧让，就是他要比宋江还要狠心百倍，可以说是梁山上最阴毒的人了。虽然梁山好汉之中基本上没什么人读过书受过教育，而是一副十分凶猛的样子，但今天故事的主人公萧让却是一个例外，他可以说得上是能文能武的人才了。其实在《水浒传》之中描绘萧让的故事其实并不太多，或许一提起萧让的名字还有很多人感到陌生，但是正是这样一个人可以说是梁山上最凶狠的角色了。萧让也被称作是圣手书生，虽然他是一个文化人，但是他也是很有谋略的，也会武功，可以说自身条件还是给了他很大加持的。有文化放在《水浒传》之中的角色上似乎也并不奇怪，武功高强放在梁山好汉上也不奇怪，但是萧让又懂得读书谋略，同时武艺也是十分高超的，二者结合在一起，可以说萧让也是一个十分厉害的人物了。不仅如此，虽然萧让武艺高强，可以说是能文能武，但是在《水浒传》在描写之中，几乎很少有夸赞萧让能文能武的片段。要知道，萧让在跟王矮虎初次见面的时候，王矮虎当时带领着四五十个手下跟萧让一起搏斗，但是萧让仅只有孤身一人，可以说人数上还是比较吃亏的。但是武艺高强又懂得计谋的萧让却没有在这次搏斗中败下阵来，反而凭借着萧让的智谋和武力，成功摆平了这些人。可以说这次搏斗之中，萧让完美以少胜多，通过这则小故事就能够看得出来，萧让还是十分有实力的。毫不夸张的讲道，或许萧让的身手能够算得上梁山之中数一数二的存在了，但是面对这样一个武力高超有足智多谋的一个人，后续《水浒传》之中对于萧让的描写竟然少了起来，甚至根本没有什么大水花。其实最初萧让可以说是被骗上梁山的，虽然他足智多谋有勇有谋，但其实他当时仅作为一个教书先生，对那些梁山上的人根本没有什么深厚的感情，甚至可以说是表面关系罢了。